你们也可以跟芒果 TV 的粉丝用你们的方式打个招呼。嗨，我是郭碧婷。恭喜！干嘛，彩杰？好开心啊！今天现场来了四位嘉宾。问一下蜜姐，如何评价自己在蜜桃当中可爱的双马尾造型、兔子装、艾莎装？做作，做作，做作，好能说。我要绑马尾了，我要绑马尾了。你说我们是最美的密室姐妹花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其他两位不美。对啊，我们中间的原则是谁在现场谁就是最美的。那你说谁丑？